讲到台南案件，伫彰化嘛有彰化报道发生一件夜倒啊台南的事件，这是伫昨下晡三点外。报道彰化路有一间卖空白空肉店，这个空肉饭店呢，有一个离职的员工夜倒啊雄雄走入去，将一个女性或者这个员工共刣受伤，造成这个员工的额头啦面拢有受伤。这个查甫人台南了后，车骑咧做伊走，真加在是这个会刣到这个女性员工，送到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。穿着蓝衫的查甫人，就是控肉饭店离职的员工。伊手举菜刀，直接就冲对38岁越南籍的女员工，一直在刣，手段是真凶死。越南籍的女员工在监视画面看袂到的所在，一直喊嚣。有两名查甫人听到声出来看，找到机会赶紧将嫌犯的菜刀抢来，拦着红台的女员工赶紧逃出来。不过，刣人的嫌犯伫咧警察来到现场之前已经喘气，员工嘛赶紧叫救护车，将受伤的女员工送病院。意识清楚，坐在椅子上，生命真相看起来是稳定，那头部有大概3处的撕裂伤啊。根据警方的了解，刣人的嫌犯参这名越南籍的女员工关系无好，甚至认为家己方死头路参伊冇关系，愈想愈生气，才拿刀来店内找人。好几个月他没有做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只是女员工还佫惊佮皮皮喘，两个人到底有甚物纠纷，伊嘛讲袂清楚。警方也伫事发3点钟了后，将刣人的嫌犯抓到，移送法办。